登高喊完台湾，不顾王金平要名分。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倒数，新任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当然也卯足全力拼了起来，动作有多快？瞧瞧这大大的 logo 就是他的新闻宣啦，这是一曝光就被说是抄袭蔡英文的点亮台湾，但朱立伦在脸书澄清。只是大家关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和金平的恩怨情仇。简单说，就是王金平要跟朱立伦讨个名分。妈耶，我不要当妾。哎，想到哪了？回来，不是那种名分，而是这两次浮选场合，朱王不同台，外传是因为王金平不满朱立伦迟迟不愿公开，将他列为立委不分区第一名。王院长是我们现在的国会的龙头，也是未来我们国民党推出的国会的龙头，我想他一定最关心我们的立法委员。你放心，王院长一定会有他浮选的步调跟方式。朱立伦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，哈哈，金平乖乖可以顺其自然了。等新闻综合报道。